各位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轻轻的躺下来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my home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们祝佩尔两岁生日快乐！待会呢，第二组好漂亮，超可爱的，超漂亮的，而且还符合他妈妈他们家的主题。那蜡烛很漂亮，虽然一直点不着，但很漂亮。生日快乐，佩尔！跟踪熊抱哥，看他想要干嘛。熊抱哥一定心里想着邪恶的计划，大概又是想要整谁的？你看吧，团子鱼，还有窗外，我是前辈，我是第三集、第四集耶。第四集应该比第三集还凶才对吧？那我是第，我的保镖呢？他抢我的食物，我还是抢回来的，哈哈。那两只鹿，那个点，还省那个吗？我敢吃螃蟹。小朋友可以猜一下我画了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猜得出来吗？猜得出来，待会给你们礼物。有没有美女？你，哦，但是你今天穿的比较蓬一点，我想要比较合身的衣服的美女，这位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麻烦你上来，他们准备起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呼，他是大 baby， 大 baby 吗？ baby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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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称呼大 baby？ 甜甜是不是？是我们的甜甜，来来来来。魔术呢是在拉斯维加斯才看到的大型魔术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们看到我后面呢准备了两张椅子，因为你离我最近，对，你要帮我检查一下，这上面有个木板，我先把布放下来，来来来，上去吧，应该是上去，好，你帮我用手在上面挥挥看，都热的东西，不是擦桌子，魔术是检查要 pose， 像这样，空的，好，来，好，性感，性感，性感。性感。好，那你绕到前面帮我坐就可以吗？麦克风给我就可以。对，直接坐就可以。哎，乖甜甜，这个叫做凳子，就是要让你踩。这个叫做凳子，踩着凳子坐到桌面上来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眼睛哎，拜托。好，坐好。来，乖乖坐，练习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没有踩台坐的哦。好，麻烦你帮我另外做一件事情，双手抱胸，好，眼睛闭着，像睡美人一样，因为今天是我们迪士尼的派对，像睡美人一样，轻轻的躺下来，轻轻的躺下来，对，双手抱胸，好，对，双手抱胸，好，哎，不是，小姐，我们这个木板是狠的。
要坦诚的。不是往后躺，对，脚向那边，对，好，继续扶着，你往上一点，你往后一点，好，再往后一点点，再往后一点点，好像不会扶着的小朋友担心，好，头转着蹲下，好，可以，拍拍手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啦，好，眼睛闭着，哇，很漂亮的姿势，好，我没叫你睁开眼睛之前，你头可以直接放下就可以了。对 ，OK。我们叫你睁开眼睛之前呢，千万不要睁开眼睛，双脚帮我交叉一下，像这样子 ，OK。因为你穿睡衣嘛，蛮适合这个动作 ，OK。接下来这个魔术呢，有一个非常酷的名字，叫做梦想飞翔。待会呢，我们叫你睁开眼睛之前，千万不要睁开眼睛，因为接下来这个魔术，我要你呢把全身力量放到最轻，感觉自己好像躺在家里的床上一样，有多轻呢？好像羽毛一样的轻。他睡着了，这样好了，因为最近台北温差变化比较大一点，先帮他做一个贴心的动作，这个叫做盖棉被，来喽，你应该比较不好躲吧？五十几万，五十几万！你还好意思说人家？哦，关键词好可怕！大家都配合他。好，红色的，我们站在这个红龙里面哦。好疯狂啊！不可以，哎，我先讲一下你的奶金，我先讲一下你的规则，准备啦，开始啦！我先控制他，你们先控制他。
你小心他们把你干，黄色只有一个人。好可怕，大家全部人都围着我，我是一只无助的小熊。